你在看什么呀？我在看老唐这个黑微博一连串的字体结合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这结合放在那里放好久了？没见过呀，好重啊！这结合，听他说这块还能亮灯，不知道现在坏了还是怎么。他说过，他说这里有个插片，插起来这个是会亮灯牌的。它能放太久了才能坏。里面就是一个鞋子，要47。这鞋子颜色跟它鞋盒不是很搭啊。确实，它应该，我觉得戴维波应该更适合红色的一些设计。我也觉得，但有一双红色的鞋哈。是吗？它比较华丽嘛，感觉整个鞋子做这种这么毛茸茸的感觉，可能是也是因为跟它穿着风格有关吧，才做这么华丽。不太了解戴维波。我也不了解，没听过他的歌。我也各位有什么见解吗？对这双鞋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挺柔软，挺舒服的，摸着是挺好看的。乐队的，它还有其他乐队的，有披头士的呀。我拿了，我看这个时候我已经把他鞋架上所有的鞋子也拿过来了。披头士这个我就相对来说熟悉一些。披头士我也熟悉一些。对，这个盒子大家一看就很眼熟吧，喜欢披头士的人，黄色潜水艇，它那个经典专辑，给你看一下。一模一样吗？对，黄色潜水艇嘛。这是 Skate Line， 这是 Era， 你看他这个人是一样的，应该是根据这个封面就是专辑的元素来设计的。那你们设计的话，其实也毫无设计，直接满意。对，但是不难看，挺好看的。不难看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联名就比较适合大众，相对于其他的那种乐队联名的话，这些是适合大众的。那些太硬核的摇滚乐队，我觉得就是太照顾粉丝像了。对，这个很好看。对，这个就是。非常百搭吧，其他都是一片黑，其他我一看好多摇滚乐队里面都是一片黑。对，他这个人脸还蛮有意思的，很有披头士的感觉。这个市面上还能买到？这市面上哪能买得到？14年的鞋，我买不到了。对啊，那没穿应该也不能穿的吧？能穿，万斯零几年的鞋都可以穿的。是哦，对，还是软的，我以为它硬的。就是买来穿也可以穿。还不错。联系我。联系我。